哥神父，还有我们诸位在座的先进哈，还有我们法源法师，谢谢你们哈。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是艾神父帮我立的啊。那艾神父立的是恰如其分啊，他要我谈的正是说，我觉得应该跟大家谈的啊。那投影机的方面呢，其实我准备很丰富，但是就奇怪了，就没有投出来啊，没投出来，现在是连电脑也投不出来，是这样子啊，是问题是出在这。那没关系，我们仰仗天主的神力，让事情可解决。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可以啊。那么工作人员正在赶路啊。好，那么今天我们谈的其实是跟前面的所有的题目都一样，但是我们归结一件事情，就如果事情真的是人本经验主义，或者是叫做人本的这种后现代思潮的这种以人为本，但是不以圣性，不以这个我们的各个宗教的大道之本，这样的作为最高的国家管理或公共事务管理的原则，而只是纯粹的用人的经验，跟甚至于就是人的欲望，甚至于只是短期之内的政治目的所进行的这种宗教的，要不跟宗教有关的，而且牵涉到人民的道德生活、心灵生活的这种政策，而你做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决定的时候，你毫无考虑到宗教、圣性、内在的天道、道理、自然律这样子的一个规则，那么你凭的会是什么？无非就是人类的现前个人的少数的欲望。好吧，就算是大众的欲望，那也是人的欲望，那最终走不远的，这第一。第二，那最终会是伤害的。第三，最后人类会自食其果的。作为一个各个宗教的宗教师或者宗教的信仰者，他一定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我们大家在坐这里，从上午一直到今天，我从昨天就赶来了，我们的目的也就是不希望看到人类走向内部。那么当这样的认知之后呢，我们希望怎么样？我希望一个政府能够以一个政府的立场来制定一个宣示，那只是一个宣示，宣示说作为政府国家应该一定程度上合理的尽可能的范围之内尊重宗教所代表的天道内在的真理，包括上帝所制定的，包括神佛道以及儒家长期以来经过历代验证过的人类共同生活的伦理道德内在精神的真理，这个真理早在2000年、3000年前它就已经存在着的，但是现在人类基于刚刚讲的康德到尼采最后宣布了所谓上帝已死，这在我高中时代读到这种字我都觉得触目惊心啊，人类可以宣布上帝已死，这是什么态度？当然它是一种假借这个名词，可是这个名词多么的狂妄，我那时候就这种感觉，多么的狂妄。即便 我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宗教教徒，但是我觉得人怎么可以宣布这种事情。但我们渐渐知道康德还有共同的理性基础，到了尼采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我现学现卖啊，刚刚我们神父说的，他已经也否定了共同的理性基础，也就是个别的存在胜过了一切，那因此自然的所谓的什么同性婚姻、多元婚姻就出现了嘛，因为那就是你自己发展，你可以被尊重的发展，因此人个别的人就超越了他那个短暂生命以及生下来的短暂欲望，就完全超越了数千年来千百万亿个众生以及上帝或者来自于更神奇的那种神圣的智慧所告知的生命意义、心灵价值，完全超越，一个人就可以超越。这不就是呼应了今天的网络时代吗？一个人可以讲一句谎话颠覆到不得了的世界，完全就印证了作为一个宗教家，我们与其去否定谩骂这样的事实，我们更悲悯于这样子继续再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因此
有了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有了我们希望要制定一个宗教基本法，让国家用国家的立场来宣示着国家作为人民的托付的政治主体，怎么样宣告代表人民来宣告他尊重大道之行，他尊重明明之德，他尊重上帝的圣性，他尊重佛教所主张的觉悟，这是一个国家的高度，这更是一个全体国民的幸福，他更可能在今天疫情时代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当全世界看到了台积电还在正常出货给他们赚钱的时候，他们也更应该看到台湾有这么优美的心灵基础，才能够支撑着这样子一个国度，在全世界疫情难以平缓的情况之下，它在支撑着全世界65%以上的各类晶片的生产。这不是科技发展，也不是台湾是一个海岛这样子的一个侥幸。这应该来自一种心灵上面的能力跟力量，而这不是今天的政府所促成的，这是我们的历史文化所累积出来的力量。各位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在支持这个力量，并且对全世界告知这个力量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是人类共同可受用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一贯道的理事长秘书长说到的，从一个地方的中华文化的一贯道要作为全世界的一贯道一样，您的这个宏愿我深深有感，就是这样。那所以呢，这是今天这个题目之下，后现代思潮已经由我们的神父讲完了，我不用再多说。他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强调个人的经验主义，否定了圣性，否定了大道的主义的这种思潮。这种思潮强调了个人主观的意志跟想望，哪怕他只是个人的一时的欲望，他都不理会，他都说那是重要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存在是重要的，但是你的重要如果形成了国家的政策，那就太奇怪了。因为数千年来的重要跟真理，难道应该被你忘记吗？这个就影响到什么？后来我们的法律制定，你看看我们立法院，从同婚法，从国家土地法，从反渗透法，从宗教团体法，没有一件事情在制定的过程稍稍的问一下宗教团体，或者他摆样子问一下宗教团体，最后就是您说的嘛，你们小学生回去，我们科学家来决定事情。他总认为科学，这就是代表了人类的经验理性，人类的短暂经验理性，不过就发展200-300年的现代科技，他认为应该本然的就要超越那2-3千年来自于各个地方的先圣先贤、天主、上帝、佛祖、三清道祖等等，他们所共同看到的道。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如果说要有什么世界大战，那都不可怕。这种精神上的崩溃，这种心灵上面的瓦解，那才是人类真正的灾难。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力挽狂澜，不敢这么说，那压力太大。我们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应该要为这个时代做一点事情。我们正在风头浪尖上，如果我们不为这个时代以及未来这个时代做一点事的话，我们将会被未来的人感受到我们没有为这个时代尽责。华人社会第一次迎来了可以畅所欲言的民主，但是他迎来的这个民主很不稳定，但是至少我们宗教家可以坐在一起，开始对当权者的执政方式以及他的思维逻辑以及现在的所谓整体的这种反心灵信仰的人本主义开始提出质疑，而不会有杀身之祸。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第一批拥有这个力量的人跟机会。如果我们不守住这宗教最高的圣性道的根本，那我们有失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这也就是这样啊，当神父第一次，他实在很慈悲，我说他年纪大了，不如我来看他。他说不，在风雨当中，他搭了计程车来到万佛寺。我跟他提到一件事，就是由神父德高望重来登高一呼，召开今天这样子的会议。他一听回去思考没多久，他就回应说：“好，我们来办。”这也就是今天，包括我们主教在内，来到您这儿，实在是欢喜得不得了。那能够在这边说这件事情，这真是不敢说欢喜，但是绝对是任重道，绝对是不敢说叫做沉重，没有什么好沉重的。如果沉重，我们走不远。它是有承担没重量，虽然没重量，但是绝对是任重道远。啊，那我们累世要在做这个事。好，以上这样子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今天要谈的几个主题呢。第一个是宗教，我们要告诉世人的是，宗教有政治，有所谓的人类的经验理性所不能够拥有、不能够跨越的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呢，也对应出政府相对于宗教有四种不能够完成的基础。这四种基础呢，将会在以下所说，也就是人类有两种最主要的集团，一个就是拥有武力、拥有税收、拥有金钱绝对运用，甚至拥有治立法、司法、警察权的最大人类集团，那叫做政府。民主的政府是我们人民作为主人，将透过选票，将拥有这么大力量的集团力量啊，一次交给一个集团，这叫做政府。你看他拥有多大力量？有军队，能够对我们税收，能够拥有税收的什么呢？裁判运用权，以及制定我们行为的法律的权利，最后执行法律的权利，通通在这个政府身上哦。而本来我们是主人呢，我们请他来帮忙治理这个国家，但不得已，我们把这么大的权利全部交给他了。请问，作为国家主人的我们，最后剩下了什么？剩下心灵的道德裁判权。这个政府拥有了至高的权利，他就绝对拥有去腐败的可能。这么大的力量，他有自法的权利，他有税收的能力，他有军队，他有警察。我们本来是主人呢，我们交出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弱势了，相不相信？我们现在谁有办法去总统府跟他讲，你立了哪一条法，你就不敢？有没有办法？没办法了，我突然间变弱势了。请问有哪一种力量，不用经过选票，不用经过结合，不用经过什么网络的结合，它就能够自动结合起来的？在这个地球上，唯一没有唯二，就是宗教。当你我都信仰上帝的时候，当你我都信仰了基督的时候，当你我都信仰了三清的时候，当你我都信仰佛祖、信仰了儒家的道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走在一起。特别是我们今天不同信仰的人，只基于我们对道的信仰，我们就自然走在一起了。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唯一在这个地球上面能够对讲对抗不好听，但真的是唯一能够对抗这样一个拥有所有政治权、物质权、军事税收权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唯一一个团体，它来自心里。是他无法跨越的那块心灵。请问哈，当我最刚刚一个赖过来，我的一个信徒的妈妈往生，他是假设了哈，他是蔡英文的崇拜者，但他妈妈往生，他是找蔡英文来找法藏法师。请问了，当然找法师。如果他是我们神父的信众，他也绝对不会去找马先生或蔡小姐，他会去找我们的神父，对吧？为什么？因为那跟物质无关。做生意，他大概会去找蔡英文，
但是爹娘往生了或内心痛苦了，他应该找神父、找牧师、找道师、找我们的点传师等等。为什么？政府，民间的政府，人类的政府是物质面的，它即便是有效率，它即便是透过教育来导引所谓的道德，但这都是经过政府政党的包装的。但宗教不一样，宗教谁才是主人？那圣性，那非人类可以自我决定的至高的神，或者古来的道，这是每一个人可以透过他自己的生命去印证的。唯有这个结合了不相似的我们，也唯有这个诱发了我们内心那永远不止的您说的慷慨那个心情，也唯有这个能够让我们不相似的人可以为对方的苦难而奋斗一辈子，是不是？这就是宗教的情操。这个情操在政治上面是难以看到的，只有在宗教上。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存在、人类的幸福，一方面需要物质的，但另外一方面绝对是需要宗教。在这个地球上面唯两个不互相隶属的集团，根据五七三号宪法解释的理由书，徐玉秀 大法官、啊、我不好意思啊，我攀一下关系，基本上我跟他算熟。他的解释文当中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国家与政府，政府或者叫国家与宗教，注意哦，下面那才是核心中的核心的。作为一个大法官，他这样讲的哦，宗教与国家是两不隶属的团体。换句话说，当同婚法违背了宗教的最高信仰的时候，我不隶属于你国家哦，我不同意同婚，不等于就要接受你的那个法律哦，因为我们不互相隶属。就算真的要讨论，我也是平等的跟你讨论，我们应该站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上讨论。”他甚至还说，因为是不隶属的关系，所以国家对于宗教的内在人士跟信仰行为，乃至于他的组织，都不可与闻问，就是说不可以管理，不可以介意他，更何况说介入管理。但是我们的宗教团体法怎么说？他说哈，你如果宗教师代乎职守，我国家透过法官就可以直接绕过你宗教徒，换掉你政府，换掉你这个宗教团体的负责人，也就是刚刚我们主教哈去忙，对不对哈？那我们说他代乎职守，马上换主教，他可以这样概念，他是这种概念，也就是国家可以定义你宗教师叫做代乎职守，然后他绕过你宗教师的讨论，然后直接透过所谓的法律正义，然后来改变你的人事关系。这就是上一期刚刚我才反对过的宗教团体法所明文定的。各位啊，这可是21世纪呢，而所谓的30年民主化的台湾的政府还有这种思想，那你想想看，他在他心目中真的上帝死了，就是尼采的什么信徒，完全跨过了。好，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警觉了。好，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过去君主专制啊，过度的君主专制啊。那这种君主专制呢的人本思想，尼采这一类就是人本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不是以圣性为本、以道为本的思想。人本思想，人本思想，他还用一个很美丽的名词哦，就是您提到的经验主义，科学的经验主义，他拿科学这个大帽子来扣人哦。那你就你都跟他输一样嘛。我有一次哦，有一个信徒来我寺里，他说：“师傅啊，你叫我念阿弥陀佛，我很愿意念呢，请你把阿弥陀佛请下来，我就愿意念。”我说：“你叫我请阿弥陀佛，我连蔡英文我都请不到，我还请阿弥陀佛嘞？
那你是蔡英文的信众，那么你去找他，你找看看好了，你都是他信众。当然，我对蔡英文没有个人的偏好了，我只拿这个做比喻。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让他质疑宗教的价值呢，理直气壮。但是这是人类的傲慢，这绝对是人面用这么短暂的经验。他生下来几年呢、啊？像我们神父80岁，好不好？又80年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扣掉前面不懂，后面老人家不是后面不清楚，那你剩下几年真正清楚？你就拿那种经验，你来否定数千年的道，各宗教秉持的道，你说这人类可不可怕？这样思维，所以我们各个宗教面对了同样的问题，因此怎么办？个别解决不了。你比如说啊，我把宗教团体法反对掉了，哦、我叫台湾不要立什么法了，怎么可能同婚法冒出来了？还现在还有个国土法，国土法怎么说呢？他说宗教以后可以用的土地哈、哦，只有三种土地，原住民保护地、原住民的农地，还有第三类农地，村内你都卖给他用。哎，土地是大家的呢，啊，我们宗教师不是国民吗？老百姓要盖个房子，只要他买得到地啊，能够盖他就盖了，对不对？他不是哦，他定义说哈，为了环保，你看环保高过宗教哦，环保高，为了环保，你们那个宗教都乱盖庙，所以呢，只有这三种地可以给你盖。哎，是谁赋予政府对宗教有这么大权力啊？哎，已经过了哦，两年后就实施哦。内政部营建署自己说的，他说哈，只要这个法一实施，咱们中华民国91%的寺庙、公庙、教堂等等是违法的。然后他还跟你说啊，师傅放心啦，我们不会拆，对，是不会拆，是表面的不会拆，后面有一条，如果被举发或者是政府有需要，你得无条件让出。后面那条才可怕嘛！啊，行政人员讲表面的话就好了啊。92有立一条法律，立完了之后，突然间92%，你是违法土地。你要知道，土地是宗教这个团体的基础，没有了土地，你就没有一个 building， 没有 building 就不能办活动，是不是这样？就不能布教了？你在虚空中布教吗？当然不行。但是土地92%的宗教。目前有的哦是违法，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思维制定的？这是一个没有宗教概念的立法人员所制定的法律，而很惨的是，它也被通过。制定的人搞不清楚啊，立法的人呢，忙的立法院的大部分的人，立法院的人大家也不是专业啦，不要说他不好了，就也不专业了啊，讲讲啊就过了。所以说，今天已经不是单一法律可以解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框架的法律。那个框架的法律是来保护整体宗教合理的，而且必须的，而且是长久以来就拥有了的宗教权益。比如说，他可以宣传他的教义，现在不是呢？你要随便说到同婚。同性恋怎样怎样，依着教律来教义来说，有可能会被犯罪呢？宗教家变成不能自由的传递自己的思想了，这什么国度啊？太可怕！所以已经不再是单一般性的施行法可以保护得了宗教，必须一个框架法，也就是基本法。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本于长久以来，我们从汉武帝时代，他为了要超越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祖父，他跟董仲舒合作，创造了一个新儒学。这些新儒学跟我们一般意义的儒学不太一样的，它是一个包装着政治方法跟目的。然后夹着儒学的一定表面上面的那种名词，再包装阴阳术等等，那最后呢为帝王所用为服务的一种，我们可以勉强叫做帝王式儒学，它跟我们道德式儒学
不全然一样。我们民间讲的是道德式的儒学，但他讲的是服务帝王，没有二化的这种儒学。好，这种儒学在古代 OK， 为什么？因为古代交通不便，那哪边叛变了，你要去弥平他，你要三个月才到，你这样会国土不安，所以他需要用强大的君主至上这种帝王主义来稳固那个时代。坦白说，那个时代的梁武帝所建立的这种政治哲学，真是独步天下，全世界最强悍的。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之下，他是最强的，因为他能够统治那么大的环境跟那么久。但是时至今天，他透过了帝王至上这种观念，2000多年来再透过了科举考试，我们华人文化里头那种帝王至上，后来就转变成为国家至上。国家至上就转变，再结合着后现代思潮，就变成了所谓国家权力至上。国家权力至上，也就是说，站在庙堂当中的人说了算，宗教人物是一般老百姓在信仰的。我们政治是相对高尚，而有更高权益跟为人民服务的，就被假象成这样。所以他逾越着宗教，就被华人的社会里认为好像没关系。我初在20多年前，我初反对宗教团体法，我接到电话都是我们佛教的电话，都师父的电话。啊，庄法师，我都有听你在讲经。哦，什么事？你不要去反对政府。我说为什么？政府是我们的父母啦。有没有听到？好，再来，我们诵完经了还要回向，你知道吗？回向就是说把祝福啊，就是、祝福，你知道吗？还在几年前，台湾还有老师傅们在祝福，祝福这样，祝福当今总统文武百官长居入位，啊，就是讲选举拢调就对了，长居入位啊，不是祝福，不是不好。但是他没有他那种国家至上思维在华人文化里还太强悍。为什么？因为以前的皇帝叫天子，天子的存在叫做替天行道者天子，所以他把天的道理结合天子的个人意志，作为什么道德皇帝外加人间皇帝。我这两个结合，这两个结合可以从哪一件事情看出来？来，我问你哈。忠孝不两全，请问取忠来取孝？来，大声一点说。对嘛，一定要取忠，怎么可以取孝？孝顺父母重不重要？几乎是人，几乎是华人社会当最重要的道德，对不对？可是当忠孝不两全的时候，你要取什么？忠是谁？对嘛，所以皇帝可以绕弯子，你懂吗？可以绕弯子。你一号你阿爸，但是哦，听好，要一号皇帝的时阵，要孝顺你爸爸可以，但是要孝顺到皇帝，这两个有冲突，你要选谁呀？对，当然呢，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呢、啊，说好像也过得去了，可是他已经用道德皇帝这个概念，在老百姓当中深入很久，这就是华人的人本主义过头了，要了解吗？我没有说人本主义不好。人本主义在保留的一定的人的经验的时候，具有弘化的功能，具有导引他进来宗教的可能性。因为他还不了解道的圣性的时候，你用人本的经验来导引他，这是 OK 的。可是过头了，就无限伸张国家权力跟国家价值，跟国家崇拜，跟国家的管理一切的那种莫名的人民的想法，这就是我们要讨论政教关系。今后真的要讨论这，以前不让你讨论的，你敢跟皇帝讨论跟他的关系啊？你除了听话以外，就是我杀你头，这两件事情而已啊。今后可以讨论，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在华人社会里的风头浪尖上，我们第一次可以跟政府谈定义清楚政教关系，哪一部分是你不能管我的，不能够逾越，哪一部分我也不会去触碰你。哪一部分我们应该互相讨论，哪些部分是我可以跟你讨论的结果找到折中，不能折中我们应该怎样，不是我全然都听你的，你好像管我是应该的，
你知道吗？就在四年前，我参加佛教会办而请我们的中央官员来现场，来现场讨论宗教团体法的时候，他当场我们的 YouTube 上都有这个录影，当场讲了一句话，真的，我没骗诸位，他讲了一句话，啊，你们宗教哦，他讲你们哦，你们宗教哦，太自由也不好啦，我不骗你啦，我没骗你，结果呢，我就一炮而红了，因为我听到这句话，再也忍不住了，我就跳出来，当着600个出家人的面，我指着他说。你把我这个话收回去，不告派。当场呢，主持人是谁呢？还可以有名字的，你还可以跟他对应一下。我们陈清秀教授的同一个系法律系教授邓衍生教授，他是主持人。主持人怎么说？你知道吗？一起游音的嘛。他站起来说：“欸，对啦，你刚刚这样讲是不太对。”还好他站在我这边。现在他也是我们宗教联合会的其中一位法律研究者。诸位啊，嘿，可是四年前还五年前的事而已呢，真的很惨痛。我们宗教各界宗教哈，再也没有顾虑那我们微小的差异，各宗教之间的微小差异，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顾虑这种微小差异了。我们的共同大的目标是能够将神圣的道，各宗教神圣的道，我们彼此手把手传递到我们各宗教有缘人的身上，让这个国家今后能够谦卑的面对宗教。他不是卑微，他只要谦卑就可以。这还是大法官的解释哦。国家面对宗教的事物，应该自我谦抑。573号解释令明明白白写，自我谦抑。比如说，德国呢的宪法叫做基本法，里头有这么一条动物权，也就是说哈，你不能够，哪怕你要吃动物了哈，你也要把它弄昏，很快的杀死，然后呢才能够哦取肉。对不起哈，犹太教不要这样，犹太教因为要放血，所以他要活宰，活宰，你懂吗？结果呢，在德国呢，辩论的结果是尊重宗教，尊重宗教，为什么呢？因为宗教数千年了，那是人家的上帝的旨意啊。那人类固然人类的立场是要所谓的谦卑，保护动物，但终究还是吃嘛。那一样是吃，那我容许你用那种方法，因为那是你的宗教。还有美国的哪一州呢？它发生了一个打猎，他说某一种打猎的方法是比较残忍，那是原住民的做法。那结果就有人去告他说，哎，那个也是违背了什么动物保护，这样这样。美国说没有啊，那是他宗教的巫术的传统，还是得尊重。西方当然也有堕落的，就像我们神父讲的一样，但是某些地方他还是得要尊重宗教。所以我们的法律顾问曾经跟我讲，他说在某些情况，因为有了上帝的圣性信仰，跟他比较不会那么国家至上的时候呢，他还是容许面对宗教的时候，他自我迁移，自我转弯。但华人社会里一向是帝王管一切，国家统治一切，你要叫他迁移不容易啊。台大法律系推动刑法改革的吴兆鹏教授，吴兆鹏教授，你们稍微查一下，吴兆鹏，对啊，姓吴啊，对，他出家了，他告诉我一件事，他出家了，他告诉你，他说法上法师，他出家算是我的后辈了哈，我们应该是啊王兆鹏啦，王兆说错了，王兆鹏啦，他不是做那个刑法改革吗？然后呢，我想法律专家嘛，我来找你就对吧？他又是我的出家的后辈了哈，不好意思啊，就沾一点官了哈。我出家34年嘛，他出家应该10年以内的事，就我去找他，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法上法师的，你不懂啊，咱们今天的政府是清朝的遗绪啦，清朝的遗绪还在帝王思想，你看就最清楚啦。一个法律学者这样讲话，他还是副院长嘛，对嘛，他是副院长嘛。我说你跟人家说我出来拼了，他说没事，我现在做出家人，俨然我不是出家人。
是这样。好，那么这就这个情况呢，让大家知道。所以说，讨论政教关系真的是重中之重，我们要一起结合起来，来跟政府，让政府知道政教关系是怎样才合理。我们可以讨论，但势必要面对这个问题，不然未来永远是他先投球哎，立法院在他那里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他想投什么球就可以投出来啊。他说：“以后神父如果不替同婚者证婚，有罪啊，扣啊，哎，一立法，票就在他那里。台湾尤其是只讲意识形态，不讲真理的立法委员里头，很多都是党的支持啊。他要是不支持党义，那你以后你就绕国教，你也要选举你自己的事，就这样子的生态呢。”真的啊，因为我深入到其中，我感觉得到是这样，那种生态是狼群的生态，你懂吗？我没有贬义的意思哦，我没有贬义，我讲我作为一个修道人，我不贬义别人，我是说他的性格是这样，好，所以说政教要讨论，接着我们讨论什么？那么既然政教要讨论，既然政教问题呢，这个。要需要讨论，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讨论哈？来，我来看一下。糟糕，是因为那个，休息掉了。人本主义不好吗？也不尽然说都不好。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适当的存在可以免除、避免掉过激、假借宗教而过激的情绪，这点我们倒是同意。比如说塔利班就好了。他们回教徒一直不正统的回教一直不接受说塔利班是他们正统的行为，但是他就这样做了，那这就是过激了。当然，这种过激绝对不是圣性的道所容许的。然而，他却确实会被讲话，就说就是你们宗教的行为。所以说，适当的人本来给予平衡，当然我们接受，我们也不是反人本。可是呢，过头了之后呢，就会造成什么？人性傲慢，失去对超经验圣性的敬畏，这最重要。你失去了这个敬畏，你想想看，人类的历史就多久而已，而圣性的历史是大道自然存在于宇宙万物之间的。你用你那个小小的经验，你要去否定它，康德、尼采不就是这样吗？那这种行为。真的是过头了，好，我们不能接受。那再来，这个第这属、个、所以再来，人本经验，如果你过头了，会造成这种结果。它影响在社会上是什么？也就是科学说了算，政治呢，假借科学之名，假借进步之名，完全不理会宗教的价值跟立场。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要让他知道说，那宗教的价值在哪里？宗教的价值呢，有四大项。我记得之前呢，在这边讲过三项啊，后来我才发现还有第四项。总共第一项，生命的觉察力或醒察力，醒到底生命拥有是什么目的？助人是为什么？我生命的现在、未来跟过去是来自何方，走向何处？人要是没有了这个，只剩下欲望，只剩下现在，只剩下斗争，只剩下情绪，人就没有超越自己眼前生命的能力跟基础。但是各个宗教都拥有了这样子的道经，是不是这样子啊？这就是所谓的生命觉醒力。政府，我刚刚讲，物质性的世俗政府是没能力做这个事，而只有宗教。请问教育可以吗？教育如果没有宗教的内涵，他教得出这个吗？他能够让人家信服吗？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一定是由宗教来完成的。第二，人性超越力，你看看，懒惰、自私，基本上就是原罪，就是人类的无明，就是我们的天性，有可能。可是我们却不懒惰，今天做到今天，现在在这里。我们今天努力为谁，也不一定是为我们自己。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超越了我们自己的懦弱，我们超越了我们的懒惰，我们超越我们的自私。那是凭什么？因为我们对道有信仰，我们对圣性有敬仰，有责任感，这就超越了人性。所以人性是本身有恶法，那我们能够超越，这不是靠道德，这也不是靠法律，
法律自在后，道德也要有鲜艳的宗教做基础，道德才会有力量，不然只是讲表面的道德，那是没力量。所以这是超越力。再来疗愈力，苦难的疗愈，我们终究会面对苦难。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心中没有圣道，没有神佛，没有上帝的救济跟慰问，我们要靠什么？不过就靠安眠药，不然你还靠什么？啊，当然了，老师您也做諮商师啦，但你知道的，不能讲你的哈，在西方，在台湾也有很多諮商师自己需要被諮商，这是事实啊，这您也应该也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缺乏了内在更扎实的生命底蕴，那就是宗教鲜艳的圣性的救拔跟疗愈一样，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位叫建云法师的，他有一次在九那个什么那个大地震那一次啊，那个是921大地震，他在去军队当中哦，去帮那个阿兵哥，就是一些祝福，对不对？他还没有去，那阿兵哥要帮忙拉尸体，你懂吗？结果呢，阿兵哥三天不能睡。结果他一个比丘尼哦，带了好几位师父去那里傻傻静念念经，这样那些阿兵哥连睡两天，睡到好好的，没什么理由啊，很多也不是佛教徒啊，为什么？疗愈了嘛。好，你看慈济到哪里去，他也没有说你是什么，你不是佛教徒，我不救济你，他到处救济啊，那就是疗愈，那种疗愈，还有庇佑是什么？未发生的能够庇佑，能够让你心中有力量，敢面对。是不是这样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是未知的苦难，可能会发生，你敢面对吗？你靠什么面对？你念，你难不成你念南无蔡英文吗？当然不是啊，你会念你的上帝，你的神佛，对吧？这就是疗愈力。第四个凝聚力，善性凝聚，我们不就是吗？我的那个，我们张建文居士今天说，他说他在国外看到很多宗教的行为，他说不太可能不同宗教走在一块，真的走不拢，也谈不拢。但是我们不一样，这就是凝聚力，善性的凝聚力呢，在台湾特别特别有这个样子。我很多道教的民间信仰的朋友告诉我说，台湾是众神的总部，很有意思哦。这样子，好，然后这是第四个。那再来就各国文化当中政教关系，我们谈进重点了啊。政教关系呢，我们看得到有政教合一的，其实有好几样，我没有用学术标准，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些经验。政教合一是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分离基本上是法国是最政教分离的。那第三种是政教分立啊，不太一样哦。Dependent 这种概念不太一样，是英美。然后呢，以教领政，应该就是说一切都以教为主的。那梵蒂冈应该可以理解。那再来呢，以教统政啊，以政统教，应该是集权一党专政是这样。再来国教并行，那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呢，它最近呢在修宪当中呢，已经隐含着制定国教的概念。可是呢，它接受各种宗教，无差别的在它俄罗斯里弘扬。像这就是宗教国教并行，既有国教又有并行。再来国教独大，比如说印尼、马来西亚，他的佛寺都不能高过什么呢？高过清真寺。他是国教要大，可是他还会照顾你一般宗教，所以基本立场不一样。再来主从并立制，比如说啦，印度他主要的教是印度教，也是早期的婆罗门教，但现在叫做印度教啊，其他都可以用。这一类的形成了什么？形成了国家的政教关系。那国家政教关系呢？应该是怎么样的基本定义呢？我的大法官有这么说，他说：政治与宗教两不隶属，国家之中立主义，这就是大法官的宪法理由书里头想到，国家尚无语文之权利，遑论有监督之权。你看他都不能监督你了，还要改你的人事，你多可怕！再来，宽容国家的宽容原则应该产生一个法律的迁移，在法律的自我迁移当中，法律自我迁移当中保障宗教团体于公领域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不受任何妨碍而运行。当然，这不是指的说宗教可以作乱，而是说在公领域合理的公领域之内呢，他的行为是他宗教自身的行为。
换句话说，当他 不去对同性婚姻做证婚，那是他的领域内的事情。他即便证婚是公领域的事，他也应该按照他的方式执行。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所以说，这才有宗教的话语权跟自主权呢、啊。这是大法官的高度哎，写在这里，30年前就写在这里了，根本就违宪。这种概念，今天的台湾很多行为都是违宪的概念。好，那以上这些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当我们了解到这样了，那我们就要来谈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的一个政教关系哈。政教关系呢，在这里，我们来看看这张图啊，这张图来了啊，这张图，这张图呢是最重要的，我直接在这边说明了啊。红点在这里是吧？对，国家跟宗教是互补不隶属，但宗教既然有这国家所缺乏的这四种力量，因此国家如果他要照顾老百姓的话，他自己有的是物质力量，可是他缺乏对人民有这四种力量。他既然在缺乏这四种力量，所以他应该要引用宗教的这四种力量来服务于人民，因为人民有物质的需要，有心灵的需要。那这种需要呢，它是透过三种方式来完成的：立法、司法、行政。也就是当他在司法当中呢，他在立法当中要先懂得立法保障宗教；他在司法当中的判定呢，要懂得尊重宗教的既有规章、既有的权利。以及长久以来他使用土地啦，他宗教行为啦，这类内容。在行政上，他必须要履行立法当中的保障以及司法当中的尊重。这样子三个义务，三个部门对宗教实践着联合国所说这也不是联合国，这是国际人权所说的尊重保障跟履行，对宗教的尊重保障履行，这是国家该有的行为。我们今后就可以透过宗教基本法来检视，来要求实践这三个义务。这三个义务完成了之后呢，他在面对什么事物呢？他面对四种事物。四种事物什么事物？内部事物他要完全尊重，外部事物那么比如说建筑法啦怎么样，那当然我宗教要适当的要尊重这个外部事物的规定，可是也不全然哦。内外交涉的事物，这就是内外交涉。比如说啦，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能够建多怎么样大的教堂，你不可以，怎么不可以呢？这到底是我违背了什么啊？因为这个这里有法令规定，好，那个法令要有绝对的公众安全，你才可以限制宗教，不然不可以限制宗教的。即便是对一般老百姓有限制，对宗教也应该谦抑的给予开放，除非有绝对的公共安全，这就是所谓的内外交涉事务。你法律要自我谦抑。那第三种是法律歧视事务。哦，有人骂你，这个出家人是怎样的？哦，那个道教是怎样的？啊，那个神父是怎样的？都在反对什么同婚法，他们哦没有人权。这是歧视。这是歧视。这你国家就这样看着。啊，那你们的事哈，那我不管，怎么可以不管？老百姓偷钱你就管，今天宗教被侮辱你可以不管，放任。很多政府是这样，我们必须在宗教基本法当中直接要求歧视事务，你国家必须介入，必须保障，不然你怎么实现保障？诸位啊，这是有理论，整个宗教基本法是有个整体理论。他完整的知道政教关系该怎么建立。最后，这四种力量透过什么呢？透过基本法的制定产生的作用，产生什么作用？第一，教育作用。诸位，我们华人文化一向是女众比较卑微，可是现在都已经做两任的女总统了，你知道什么？性平法的关系，教育20几年的性平法，现在当女总统，没有台湾人没什么反应。华人社会第一个有女总统，就是因为透过教育。所以说，对于宗教的过度的人本主义的轻视、看不起跟压抑，这也要透过教育，宗教基本法的这种教育
所以我们宗教基本法定义一种宗教尝试教育必须进入到学校里头去，尝试不是布教，尝试性的教育，就是说基本认识宗教这种必须进去尊重，而且怎么尊重宗教必须进入到民间的国民教育里头。再来，透过宗教基本法给予监督，再来错误给予修正，这样子来面对国家跟宗教之间的四种事物，你才能够一一的给予解决。诸位啊，这是一件文化的新革，我们不要讲革命了哈，叫做您说的嘛，超前一步叫做进步嘛，超前三步叫做革命嘛，啊，我们进步就好，哦，不要搞革命，我们就超前个一步，我们来制定宗教基本法。宗教基本法就是要让国家由三个部门面对四种事物呢，透过宗教基本法的教育监督跟修正来给予保障。它是有理论，清清楚楚的看到这套理论，所以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来，台湾有原住民基本法，有客家基本法，有海洋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文化基本法，现在还有一个新住民基本法在上送在立法院。咱们这个历史2000年的宗教要一个基本法有过分吗？不过分，完全必须。是的，是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不是我们贪吝，是不是这样子啊？一点都不过分，而且可以谈的，内容可以谈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好，那以下这些，来，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啊，看一个连结啊，在这里结论了哈，宗教基本耽误自己。第一个版本是宗教界版本，就是我啦跟好多宗教一起谈的一个基本版本草案，在这里。等一下，请大家这样子照一下，那就进去了，好不好？那这个版本呢，是中华人权协会基于上面这个版本，那他是我成大的算是教授，我是成大毕业，那他算是成大去做教授的，他在美国读政治，好，那回来叫周志杰教授领衔。在中华人权协会当中出的第二个版本，基本上，相似度高，但是呢，它有它先进的另外的考虑方法这样子。那这个方法也特别跟我们的人父有过讨论。那很希望诸位一起回到我们的教内去之后推动来支持。那么我们未来的做法是这样，给我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时间哈。我们未来的做法是这样，也可以公开讲，没关系。一，我们透过各宗教代表帮忙呢，找立法委员呢，我们来先做一件事，先做公听会，把任何要反对我们的声音让它出来。我们先不立，我们先不推案，我们先来公听会，表示我们不偷袭任何人，来公听，不欢喜的请说，说个道理，我们就改。君子态度，君子态度。是不是这样子啊？因为这是对的事嘛。刚刚我们主教讲的，真理一定是最后站在上面。我们本于对于上帝无所不能的这样的信仰，我相信可以。我们就请他们来谈，我们就先来一个公听会，在立法院办。那由各党派愿意签的签。好，公听会完了之后，一定有一些小整理，对不对？整理完了之后，各教派认为说，虽然不满意，一定是 不是完全满意啦，但是可接受。讲难听一点，我们通过一条就好了，这个题目通过了，我们就赢了。为什么？代表国家已经懂得尊重宗教，当然不至于这么极端。我们先这样做，做完了之后呢，看社会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也不要偷袭别人，也不要让别人偷袭。有不相信、不愉快的话，通通拿出来讲。那该厘清的我们厘清，该清楚的清楚，然后我们就开始看情况，应该可以动员，那就送案。送案的时候就是各宗教一起要签署，签署了之后送进立法院，他们是看选票的啦。我最近也有要跟我们那个王宝忠我们应该说称他为理事长也要见个面，也是要跟他亲自报告这件事情。哪个宗教需要我亲自跟您报告，我都跟您报告。这两个草案的内容都
可以有调整的空间。我没有，我们都没有定案，我跟神父都没有完全定案。当然呢，调整要调整到更好，不要调整到更差，就这个原则而已。以上啊、是耽误大家时间哦啊、也果然在我们主的这个力量之下，我们还是投影成功了，是这样。好，谢谢大家，好，也感谢你。法藏法师，诸位在座，还有网络上各个宗教界的先进长老们，今天很高兴听到法藏法师非常精彩而且重要的一个演讲。那整个法藏法师在他的这个简报里面告诉我们，各个宗教他的宗教跟政治在历史上的一个关系。个人特别赞叹的是不管是宗教合一也好，宗教分立也好，法藏法师提出一个叫做宗教互助这个概念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要推动一个宗教基本法，我个人认为要成功还有很多因缘条件。那如果可以不用造成对立，那这个事情可能会更为的顺利跟圆满，所以是这个互助的。既然互助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恐怕我们一些实务上也请各个宗教界的这个先进们大家帮忙发想一下，包括这个执政当局，也许我们也要帮他想一想，想想怎么方便他的施政，甚至让他施政有效率有成效，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宗教互助的概念。第二个，法藏法师所提出这个四个力量，这个四个力量其实也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的概念。我个人在这个佛学教育也大概很多年了。那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佛教的经论非常的庞杂。光系统来讲，有小圣解脱道的系统，大圣还有三个系统，有中观系统，有这个如来藏思想，还有瑜伽唯识。那这些大大小小的经论如果加起来有汉译的有六七千部这个累积的字数是超过2亿字所以我们这后代的宗教士，我也不知道是幸福还是负担我这辈子大概是读不完的。不过还好，我后来找到一个共通点，其实共通点就在法藏法师这个四个项目。其实佛陀要带给这个人世间的，其实就是我把它归纳四个字，就是离苦得乐，就这么简单这边有谈到苦难的疗诱力不但是我们宗教可以帮所有的生命提供疗愈，同时我们宗教也要帮执政提供疗愈力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今天早上到下午各界的这个先进们都有提到我们现在是爱神父有谈到我们现在是后现代的这个道德观念思潮不管是这个经典主义也好，存在主义也好，结构主义也好，这些过程中发展到现在变成一种讲不好听就是个人的功利主义。那过去的这些理论基础哲学论点都变成一种借口，这是最麻烦的。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到是整个社会国家生病了所以刚才法藏法师说进步，其实我们必须要来治病。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你为了个人的这个功利无限上纲，政府的执政为了他自己的方便，为了他的政党权益，最终我们的个人或政党会被反噬，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提出来。最后大家都会苦，
啊，这个怎么离开苦，还是发挥我们的善性啊。今天各个宗教啊，先进们都有提到啊，我们有天道，我们有基本的自然啊道德律，这个是本来啊是我们在一直在弘扬的，但这个力量啊，似乎啊这个时代更需要团结起来啊，大家形成一个啊社会的共识或一个教育的力量啊，这就离苦得乐。另外，生命的省察力跟人性的超越力，其实佛陀他教离苦得乐的方法，我个人也把它归纳四个字，叫做中道智慧。啊，我们早上很多先进都谈到这个中道，啊，不过佛教的中道跟儒家的中道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它不是折中，啊，它叫做离边，离边而不注中，对吧？它不极端，但是也没有所有一个中庸之道可以取。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我们要在这个不同的时空环境中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 solution，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答案，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是中道。这个中道怎么来？要运用智慧。好，我们佛教的华严经讲，这个智慧哈，存在一个叫做六相圆融当中，也就是什么总相别相的圆融，整体跟部分。所以我们在推动这个宗教基本法啊，我们可能要考虑到啊这些啊所谓的同婚啊或性平，如果只有从个别的观念、个人的自由去发展，对整体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要提出来，彼此要平衡，而且不能互相的伤害。另外啊，这个异相跟同相，相同性质跟不同性质也要取得啊一种圆融。另外还有身相灭相，这是在时间上的啊，也要达到一种宽容啊，能够包容的这样的效果啊。所以生命的省察力、人性的超越力啊，这个所有的中道跟智慧都提出来了。好。非常好的，这四种力量的透过三种作用，教育、监督、修正，啊，谈到教育哈，个人田为中国佛教会的这个教育委员会的主委，啊，那理事长啊，可能待会会到场啊，金耀大和尚有个人啊一些任务啊，就是要提升我们的教育的水准啊，那。谈到这个教育哈，我个人是认为有内部还有外部啊，像这个啊，我们对于政府的施政啊，让政府能够尊重、保障还有履行啊，立法、司法、行政来讲非常的重要。那其实哈，我们各个宗教的内部啊，恐怕我们也要反思啊，像啊，中国佛教会我们现在也要做一些管理上的教育，包括什么啊，包括财务的管理。包括行政的管理，啊，包括人事的管理。如果我们自己管理好了，我们啊就很有理由来跟政府要求这个宗教基本法。否则，这个会变成啊施政单位啊来要求或者来限制我们宗教的一种借口。啊，是。所以呢，教育非常重要，透过啊监督还有修正。啊，另外哈，这个宗教基本法谈到那个字比较小，其实我有特别看啊，其实哈，不可立法管理介入的啊，这是第一项，宗教内部的事务，这一点哈，我们必须要坚持啊，那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能够我们号召各个宗教团体的领袖也好，信众也好。啊，大家手把手，啊，那我们今天那个我们的总主教啊，也有提到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点，啊，除了我们宗教彼此互相，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啊，同样也是一个大家团结力量大的啊，要展现我们力量的啊一个重要的时机啊，啊，那现在不是说我们宗教有多大力量的问题。啊，我还是要回到说，
如果我们社会国家生病了，任何一个生命生病了，我们宗教师绝对是责无旁贷，更何况现在整个社会生病了，整个国家机器生病了，所以我们大家要把自己一己之力团结起来，大家来共同治病，大家来共同进步。好，非常谢谢阿弥陀佛。